战力挺 Christian Dada， 狂聊中文，预告台湾开唱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台北的胜利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就是来看我，谢谢。掌声。今年初登台的日本设计师品牌 Christian Dada 13日在文华东方正式开幕，请来 Big Bang 成员胜利站台。现场尖叫声不断，胜利几乎全程以中文应答，超有诚意的。你的中文讲得比我还好。我也觉得是。非常喜欢的 Christian Dada's brand， 然后呢，非常舒服的感觉，因为我刚刚刚刚到台北，冲来新加坡，所以三个小时30分差不多的飞过来的，所以我决定舒服的感觉的 Christian Dada 的 New Season 的一波 Christian Dada's Store Opening， yeah！他不仅玩起直播，更放送大力多，让粉丝嗨翻天。我不能说什么时候开，但是马上开。听不到，马上开，再开飞，我的手有空碎。除了胜利之外，前女团 2NE1 的 Dara、男星吴念轩、名媛孙怡，还有董若彤、陈心怡都来共襄盛举。品牌特别以台湾国码886和旗舰店店址为设计元素，打造黑白两色限量 T 恤，还有绑带休闲短裤、衬衫以及透明 PVC 小包等六样台湾限定商品，庆祝台湾旗舰店正式开幕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